好，那我们还知道新县这个当地呢是一个好雪地区，那么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大雪都会积得非常深厚，因此它就需要很多的扫雪工人，那么这些扫雪工人工作非常辛苦，经常是说你夜晚下雪以后从半夜的12点一直到早晨的4点你都要开始辛苦的这种清雪工作。当然那么于是我们有一位艺术家，他就创作了想象出一个叫雪地芭蕾的这个作品。这个雪地芭蕾并不是以人以劳动工人作为这个主人公，而是把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机械放到了这个画面里边。那么虽然是在夏天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雪地芭蕾，但是我们透过它可以了解到扫雪或者清雪作业是对当地的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它是有一个视频片，我们来给播放给大家看。雪地芭蕾上演的时候，很多观众啊都不解其意。那后来一直快到中场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这不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恋爱吗？那他这个作品既不是雕刻，也不是绘画，但我们认为它也是一个艺术，因为它表现出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